我从来不算有什么特殊的天分。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，我只是一个认真的人。我成长在一个对京剧来说最坏的时代，前辈一个个走了，观众一批批老了，剧场一点点空了，但对我来说，那或许是个最好的时代。舞台空了，总要有人来撑。很多年轻人会说，京剧太老，太难懂了。我说，这是成见。你不来找我，我来找你。我要走进年轻人的心里，打破这种成见。我成立粉丝团，我上娱乐节目，我就是为了认真地告诉更多人，京剧看得懂，行头美，故事更精彩动人。看过，你一定会爱上。于是，看到今天这坐得满满当当的剧场，不得不相信，这世界还是会眷顾认真的人。挫折、怀疑，在哪儿没有？这是上天留给认真的人的机会。每个人起点不同，天分不同，运气不同，唯一能握在自己手里的就是认真。我很幸运，能找到这样一群和我一样认真的人，为了我们相信的事，一辈子认真下去。认真，你就赢了。